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木。不知道大家玩小说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？就是队友明明点了受难，但是二过的时候受难的效果却消失了。这里实战可以看到，医生第一次被击倒过上狂欢之椅的时候，是可以显示海边队友位置的。但是当我们把队友救下来后，再在队友二过之前控制一次屠夫的话，等队友被击倒第二次被过上狂欢之椅的时候呢？就会发现受难不显示队友的位置了。经过测试，这和地图以及屠夫是没有关系的，只有小说家才会触发这个 bug，这个还是十分恶心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也要默默错过了粉丝没有带受难。这里的话要给粉丝们道个歉，对不起，因为受难这天赋的话是十分重要的。平时默默带粉的时候呢，都会建议粉丝为团队考虑，把受难点出来。这样上瘾之后，彼此位置可见，有没有人去救呢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，避免多人去救导致没人休息的情况。希望官方能够尽早修复吧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